journey， 这个上面有很多点不断的往上走，也就是说在达到珠峰之前，我们要一个山头一个山头的往上走。当你攻克了一个山头的时候，如果你对这个高度还不满足，那你就看下一个山头，然后的话呢再爬到下一个山头上去以后看到更好的景致，然后呢还不满足又登到下一个山头。可是大部分人的话呢，在一生当中可能顶多就登一个山头，甚至一个山头都没有上去，永远在从零开始。